底下就请问，如果天道众生也能看到六道轮回的实况，为什么还会沉着在无欲的享受，不能努力修行？这个是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，藏在阿赖耶识里面。如果没有相当的定功，定功是控制啊，智慧才能化解啊，定没有到开智慧的时候不能化解。但是定到什么时候开智慧能化解呢？要到九次的定最难了，九次的定是阿罗汉的，阿罗汉的那个定啊，生智慧。换一句话说，非想非非想天，四禅八定啊，那世间最深的定八定也只是福，没有开智慧啊。开智慧就好办了，转烦恼为菩提啊，你就晓得这个事情真不是容易事情啊，啊，真难呐 啊烦恼习气藏在阿赖耶识里头，转不过来啊！不要以为自己有一点小小的定功扶住了就很得意，得意就是烦恼啊！喜怒哀乐爱无欲嘛，七情无欲都属于烦恼啊！一定要知道，定功还不够啊，智慧没有开，还要加紧努力。这一条道难行道，不是易行道啊！易行道只有一条，念佛求生净土。求生净土的人不要那么深的定，小小的定把烦恼扶住了，就能待业往生。所以这个法门殊胜，这个法门十方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，我们要明了，明了之后选择这个法门，其他的法门暂时不要学，到极乐世界自然一切法门就圆满了，就通达了啊！所以我们只有一个目标，迈向极乐世界啊，亲近阿弥陀佛。